苗注射，哈、哦，他们全部都打过疫苗了。哎、在我们应该上礼拜打了快十天了吧？对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打。好，我们所有的后勤组、好卫生组，好，都是赵市长的招那个交代都打。那保安警察呢？其实，在最近帮了我们很大的忙，包括紧急个案的处理，好，还有呢，就是有一些检疫民众他搞不清楚。哦，他会我们其实电梯都管控，可是呢，他可能从安全，因为我们没有把那个逃生的地方封锁，所以呢，他们会从逃生的地方又走楼梯下来，那都是靠他们呢去喝阻，现场制止这些行为，那引导，那他们也是跟着我们要穿三级防护，那这是他们的记录，他们有执勤交班工作记录。这没办法，都是纸本，都带着纸本。国军弟兄们，小心，收。好 ，OK， 就算是国军执勤，他们会再来对对，回去对的。他们会回营，你们会回营吗？好的。二楼有个休息室，化学兵就有回应，那这个弟兄在这里。化学兵他们是在总统府那边24小时待命，所以他们是住在这里。对啊，他们是住在这里。你们房间是几人？6人一间。6人一间。有